哦，抓到了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抓到了，这个角度来讲，哇，哎，我怎么？这怎么？我好像每天醒过来就是你。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是只看他的皮囊，你是会看他的内心，然后看到他在想什么。蝎座其实是最容易精神出轨的星座。哦，西洋人也怕鬼。 前面如果有人，那要说就今天到底是哪一个倒霉鬼遇到我这个色鬼，不然就让我来指导黄龙，香。 他的包脏了吧？叼他的内衣过去。就是啊，这个黑猫白猫会偷你的，就是好猫。来，要侵入主人，要先了解他的猫。你看，朱莉的猫啦。哇！朱莉，它地盘很低，还很低。这是更低。 我不能再不务正业，我不能一直玩猫，我要去好好的做正事。看一下他的水池。他的球衣啊，刚换过了。哦，Luckin Yuri，Yuri，尔东城。 喂喂喂喂，看看有没有臭？有没有臭？哦，抓到了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？怎么有气球？对啊，好，怎么会生气？奇怪了。 西瓜，他在海边吗？舍不得，舍不得叫醒他。前天我遇到一个男艺人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能让我开心。这个男艺人。 好像对我有点好感，只是我心中只浮现一句话：他好丑。不是我，这是他剪辑的习惯。他好丑，好丑。对啊，是谁？问他，他没有想到，他里面没说。本人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，我们重现睡眠经典画面。 嗨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先生，你要看他大腿的痘痘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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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真的有个痘痘。这个角度来讲，哇！哎，我怎么？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，天哪！我的天哪！好想。 当那个泳圈，我要当那个泳圈。哎，坐着聊也可以，坐着聊也可以。哎呦，烫的美女，我曾经很希望一句话跟她讲。什么什么？好像每天醒过来就是你。哇！啊，进来扣台，进来扣台。关键，还没了，还有要。关键要出来哦。人家还没有争取。对呀，不能这样直接就。等一下，只是一号而已。刚刚讲说带一个棒子睡觉，你这个是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是在西瓜？你他带不太够来这里宣。 传棒球，对啊，他棒球加西瓜只差海滩了。对啊。
西夸这么喜欢玩游戏、啊，在做中间，为什么那个、啊、我以前那个看太多了、哦，然后我们家的窗户是超大片，就是整个墙都是窗户、哦，对，然后我都会觉得。就是会有那个歹徒，就是用吸盘，然后吸上来，然后把那个窗户打开。啊，真的吗？所以我就要带着那个。哦，什么音效？你是因为那个才有安全感的。我要带着这样子，随时才可以反击。所以要跟你交往，要一定要赢过那一只棒子。难度蛮高的哦，如牛啦，没有难度很高，保护他们也是啊。哦，啊，你说干嘛？怎么可能有人带这个东西睡觉？建哥，我跟你说，因为呢，小时候你是趴睡啊。对，我很喜欢趴睡，然后以前趴睡就是会被我妈打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说不能趴睡，这样会影响到胸型。因为趴睡的话会还有脸型，还有睡着睡着就扁掉，扁掉。对，老外都是一定要一是趴睡，头型才漂亮，头型才会漂亮，真的胸型就没了耶。因为我们要就是要维持水滴型浑圆的胸型，那就在床挖两个洞。小时候又没有，小时候就平的、啊，所以才要挖这个吗？把胸部放在中间，对，哦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要把它垫着。那这个里面一圈这么小，这样我们两个人进得去吗？为什么要两个人？不要不要。尤里竟然他睡觉会磨牙啊？真的吗？我也没有办法哎。哎，等一下，是谁告诉你？对啊，是若彤跟我说的。哦哦，吓一跳，吓一跳，对对对，是若彤，是若彤。其实若彤常常来我家借宿。OK。然后他都说，哎，你知道你昨天是做梦吗？你是梦到你在杀人？啊？我说没有啊。然后他就说，我的磨牙声音很像我的牙齿快要被我自己的牙齿磨断了。这么大力？你到底是在磨什么？他就有录音给我听。哦，是哦。然后我就发现很激烈，原来我的磨牙声音是真的咬牙切齿的那一种，是蛮可怕的。女生会有睡伴的，就是哎，你来我家睡啊，两个人聊天就睡着。男生会吗？不行啦，男生怎么？应该不会在家里一起出去旅行，是来一个睡沙发，旅行 OK。可是他从国外回来了，没地方睡，那可能是哎住宿在我家可以啦，客厅不要跟 kid 一起啊？怎么了？我们有一次玩很大，没有办法，我们两个就睡一间。结果呢？对啊，我是从后面慢慢才进来。还没进来，一打开他已经全裸，他裸睡，对，天哪，喜欢裸睡，对，好怪，感觉就好像比大赢，你懂不懂？有没有什么床上趣事？啊，这样好了，我这样有没有人？喂，我被蒙了，马上慌啊！睡前，比如有睡伴的时候，会不会聊天？可以耶，可以聊天，因为那个时候聊的是最内心深处，对，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，然后会去聊啊。比如我们假设啦，就没有啦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只是睡一起，将来要生几个？干嘛？不是说没有吗？还没，为什么是没有假设吗？就叫假设啦，设定的问题。要聊天，这个不是假设，没有办法实现。你也让我们意淫一下嘛。好，你去给你给。没有，会这个睡前的聊天很重要。那聊到两个人睡着，其实是睡伴最重要的功能。有一种是最浪漫，怎么样？你舍不得睡，你很累了，但是你硬要聊。对，因为睡着就看不到他了，就等不到了。看他先睡了。真的不能睡，哇，太棒了！有没有看？有真的期待，就醒过来就是你那种感觉，好吧？这是我们第一位，来，你的评价如何？第一名，对，哎呦，真的吗？目前第一一定是第一，颜值跟他的睡姿，而且我觉得第一名 OK。Q O Q 第一名，大哥呢？真的，因为我觉得他是算漂亮，蛮可爱，又羞啊，他夹的又很可爱，不太奇怪，真的可以在第一名，夹的又不违心。我也觉得第一名呢，有点像是就是迷你版的郭书瑶。有点像迷你版本，他是长高版吧？他是长高版，长高版。你是指哪个部位？别的地方迷你小郭书瑶，你应该说别的部位吧？聊这样都已经拿这个在睡了，身材也很厉害。但其实我觉得很厉害，而且我觉得这视角真的不错。那Nick，我觉得这够漂亮，第一名，第一名是好，大家共同第一名，来，天哪 ！C U。变一个人啊！对啊，这个气场不一样，感觉是一个对啊。我跟你讲，感觉起来以前在球场里面，不一样，
感觉像是一个健美的小女生，青春健美可爱妹妹，健美啊，健美，对啊，健康，健康又漂亮，拉拉队能不健康吗？大太阳底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结果现在，哎呦，哎，出落的像个女人，韩剧女主角的感觉，真的吗？那我这刘海留对，发型换对，不一样，而且因为你比较少穿这种衣服。对，小碎花。哦，好像是哎，因为我每次来的时候都是穿比较休闲美式的，对嘛，会差很多。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改变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这个什么样的起心动念，让你去拍这个写真？就是宪哥的一句话。好。哦，什么一句话？有个实力。哎呦。哇。对，我终于出写真了，我的人生第一本实体写真书，在8月3号正式。我说过哪一句话？你说。Yuri 怎么没有考虑要出写真？我可以投资啊！后来他没有投资，所以本来是宪哥与你 Yuri 没有找我啊，对不对？你要聊嘛？没有，因为我原本是觉得出写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在我计划里面。然后就因为宪哥这句话，我就回去思考了一下，想说，哎，好像可以挑战看看，试试看。而且这本写真书就是我还有写。一些我的文章小短文跟我的那没有人在看是不是？有看，真的小文章应该不超过10字吧？文章会你会去看里面的缩小再缩小，不要，然后10个字以内很多东西都是跳过的，心灵鸡汤那种，尽量言简意赅啊，心灵鸡汤。你以为是你很多宅男拿放大镜是在看你的文章吗？那有别的用途了，他们是大做文章了，是的。我希望是女生也会喜欢。那能不能好？你说文章，你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一段？你自己认为我的心情，我写得很好的。我有写一些散文，然后但散文太长了，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。但我就是有说，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是只看他的皮囊，你是会看他的内心，然后看得到他在想什么。他们现在就是买你的皮囊，对啊。对，所以我希望他们翻翻翻翻到那一页的时候。看到这段话，会开始爱上我的内在。哦，有深度，深，对，我想要真的很深，型男型男，我要呈现那个型男可以感性跟性感的一面，感性跟性感，对，对啊，对啊，不管怎么样呢，每一个人看同一件事物啊，可能这个立足点不一样，观点不一样，角度不一样，买了之后就知道，感受也不一样，但是画面这个是普世价值哦，是出来美不美就在这里了，自己挑的一张未公开。独家内页，一二三，哦，那脚啊，哇，脚印，腿太长了吧？那这个就是强调逆天长腿。可是那个头是有点像命案现场，对，那个头，我好后悔啊！那个头，对啊，你这个头是怎样？我的人生第一本写真书，然后那么大张的海报，我居然选了一张。脖子扭到的照片，真的应该找宪哥投资，真的放脸。我们这样看还看不出来谁是谁，对，是啊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有这个，我真的很难。刚刚在地上的时候，就是众多写真女性说：“这谁啊？”对，有了，那边有，这个就漂亮了，哦，你那个穿自己厉害，选啦，这应该交换一下吧？对啊，我在练呢，体脂很低，腹肌很强哎。对，我是真正的6块肌，我不是穿自线。他们家里面干涉最多，反正是妈妈。我妈就是很保守，她是那种我 po 比基尼照或是短裤的照片，她就会打来说：“哎，你这个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不太好吧？这个比基尼照啊，大家如果拿去乱传，然后配上一些其他文字的话，你要跟他讲，这个就是要给大家乱传的。没有，我就乱传才有价值。Yuri 的妈妈就不一样了，Yuri 妈妈应该跟我妈妈认识一下。对啊，因为我妈，反正我网络上一些感觉比较辣的东西是我妈。我妈说：“来，你手你去按那起，你去按那卡，啊，你要再低一点，啊，你叫我勾，叫我勾。”哎呦，哎，我妈妈还知道，而且你妈妈还乱传给朋友，乱传给长辈图。不过讲真心话，人家会觉得你是健美。我刚刚讲健美，你还不太同意。我，你个子够高，你现在看起来比之前更瘦。你应该算是精壮，对不对？要拍，不要，我不要精壮的。没有，那是金刚吧？没有，我讲真心话哈。写真集拍的性感的很多，拍到有肌肉感，有那个。
味道其实很好，真的。现在男生反而喜欢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像那个潘诺迪老师那个就不错。我穿的那个写真，我真的拍到一半，摄影师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很像健美书。”哎，真的？对呀。我等一下讲一讲，大家会不会不想买？就觉得不会，更好奇，更好奇，健美吸引力更想买。三位商量一下，我们要好不好？激烈讨论一下，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。是新人到，要不要看看林莎还在这里哦？好不好？来。三位请研究开始，有答案了吗？好，好，有答案。张立东给我们公布，我个人是 Yuri， 但他们两个选林莎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恭喜啊！我个人都推给别人就对了。恭喜林莎继续维持王座 ，Yuri。巨蟹座的 Yuri， 巨蟹座。其实我梦中星座是巨蟹座。哦，巨蟹座，偏偏只交往过一任。表达一下今年的这个情感运势，哇，有什么样的困扰？困扰要来来 Yuri， 哎呀，困扰 Yuri。前阵子就是桃花蛮旺的，其实一直以来桃花没错，因为长得漂亮，因为在异能界里面，异能界里面是需要桃花的。哎，你有桃花，贵人运的意思，对你才能够有更多人喜欢你嘛。而且你的被喜欢的状态是属于公众型带的，我们是公共财，对，所以很多人喜欢你。安德斯老师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啊，没错。而且巨蟹座其实是最容易精神出轨的星座。男生是精神巨蟹呢？对对对，懒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闽南套一句闽南语讲叫假行代党啊。然后呢？假行对，但就是因为我觉得太困扰了，所以我就觉得那影响到我的精神状态，所以我就去斩桃花。斩桃花，哎呦！对，我就去那个月老庙，然后就说啊，这个会影响我的心情，不会跟我走到最后的，都麻烦月老就是帮我处理一下。十一名来看这个倒霉鬼，今年这个星座，你想要桃花，想都别想。谎言，哇！谁叫你要斩？来，对啊，你们斩到全部光光。好的要好的要留住，你自己爱斩，我怎么想过？再去拜一下好了。基本上在新的一年呢，你会处于一个很爱自由、拒绝管、拒绝被管的状态。可是从你的星盘上，偏偏又喜欢那种大气、霸气、成熟、幽默的男生。我喜欢霸道。那你要怎么自由呢？这个类型的男生都是非常喜欢霸气的，爸爸的霸，霸气，霸气，成熟，幽默，霸气，超有钱。Oh my god， 帅。哎，怎么会？对啊，因为我每次我都会被那种霸总路线吸引，就是像狮子座啊，或者是天秤座，因为天秤座我就觉得很幽默，对每个人都很好。哎，对，那我老师觉得我到底是比较适合哪一个星座？天秤狮子二选一。如果天秤狮子，这完全不用怀疑，那就是你一定选择有年纪差的天秤座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天秤座球员兼助攻。哎呀，有答案了，有答案了，有答案了。光是对都是对都是老师，嘿，我们这单元固定下来，固定下来。每个星座都给他天秤，固定。因为各位可以第一印象，你天秤跟狮子哪个幽默嘛？天秤比较有趣，对。然后天秤呢，因为年纪的关系，他的包容力也会比较大。那狮子会一如往常的霸气，他年轻是霸气少年，长大就是霸气总裁。但天秤会因为生活经历而对你包容很多，他仍旧霸气，却会给你一块空间，让你不知道在他的手掌心。对的，没错。天秤两个相比的话，就是天秤他就是对每个人都很公平，然后好像对每个人都很好。Yuri， 你可以直接问我。天秤怎么样了？天秤男，天秤本人，我觉得天秤男对每个人都太好了，让女生觉得自己没有被偏爱。哎，不一定，因为像天秤就没有对金牛很好。对，该闪的他会闪，对不对？谁看？来来，请聊。这个答案我会改。我会追下去了。我会改。哦。哇，好，他说他会改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哎呀，真是讨厌，你真是一个小淘气，好星座啦。啊，推荐，优质，没有开冷气，会热。天秤座好好，好好好好好好，
差不多是唱嘛，看前段班好了。对啦，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啊，能相处的人最重要。嗯，啊，如果喜欢的人跟你表白，你会直接拒绝他吗？哎呦，因为他斩桃花，他斩到什么都斩光了。他应该会哦，因为你要勇敢的继续弹下去。螃蟹那个壳那么硬，身上画了很多伤痕之后，他才能变得无坚不摧嘛。哎呦，不要害怕感情，不要害怕受伤，对呀，谈恋爱就对了。好。你现在下什么结论？你扯一份合约会拿出来是不是？你怎么感觉那么好客啊？对。哦，好好好，倒撤会啊。上一次录影来，最新外号哇，拼命在那搞 CP 啊。哇，我现在外号叫张绿豆。嗯，张绿豆，我告诉你，被带绿。CP 搞得好，你就好了；搞不好，就要帮你 CPR 啦。我得介绍心目中的女侠，走呀走，哎呦，欢迎两个，最开心的，一起介绍自己，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同队的 Rock Ten Girls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那不要彩排，彩排，再次，再次，再次，等一下，又要再等一个逗点，等一个逗点，一个逗点，什么逗点？再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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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来，逗点，我们给你，我们给你逗点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同队的 Rock Ten Girls。大家好，我是怡瑞 Yuri， 我是曲艺，我们今天要一曲夺冠。食物中毒好了没？对呀，他上一次来食物中毒啊，要躲培根嘛。哎，培根一直跟你告白。对呀，对呀。Yuri 最近状况怎么样？正常，就是球赛很忙。开会，开会，开会。慢慢套，慢慢套。最近有去外面走走吗？吃？没有哎，我都在球场。去居酒屋有吃毛豆吗？没有哎，我都在球场周围。再帮我套一下，最近有喜欢看什么电影吗？在外面走走看电影吗？最近那个家里的影集看比较多。哦，不是啊，那也在家看，在家看嘛，在家看。不能再套，那就好好加油了，好不好？你们现在都孩子了吗？我刚认识你们的时候，我还是少女，不是少女，认识我时候还是处女。就刚够够，有人要叫你说这个吗？有人叫你说这个，没有错，真的很纯洁，很恐怖。你每次讲这种东西干什么？好吓人，很纯洁，真的。你踩到他的领域了，他的领域了。哦，是我的妈呀！他们两位现在都已经当妈了，对不对？他啦，他啦，他当妈。然后想到女儿，因为你刚刚讲到女儿要结婚那种，我画面。我是要鼓励嘉文，我们还是不要放弃，因为嘉文很努力。一定要啊！好，对对对，慢慢改变一下。有很多四个孩子，会不会我生出来的小孩跟你的孙子差不多大呢？那无所谓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嗯，对呀，差不多。哎呀，那是要怪我还是怪你呢？聊到而已，加油！对呀，加油啦！啊，这什么都值得。有孩子，很可爱。他小孩好可爱，对不对？尤里会想要小孩吗？发现聪明的话，这里把这里当转运站。对对，哎，最后 ending 就是你，还跟别人搞 CP， 我就不行了。你肯搞 CP， 还有一场里面两个 CP， 对。他那个时候发现他在讲错，转变站了，对啦，他说曲艺呢，曲艺太好笑了，很，因为他们适婚年龄，对嘛对嘛，哦，那就要求了，赶快有小孩嘛，希望啊，他如果孩子撑出来长得像培根呢，那培根就会专属，可以啊，培根都可以，可以啊，就是希望他快快乐乐长大，嗯，做他自己想做的，这么消极啊，超消极的。哦，你那个穿刺机厉害，选啦，这真该交换一下了。对啊，我在练呢，体脂很低，这腹肌很强哎。什么样的起心动念，让你去拍这个写真？就是宪哥的一句话。好，出写真了，是。球场里面，哎，不一样。
样？那感觉像是一个健美的小女生，青春健美可爱妹妹，健美啊，健美，对啊，健康健康又漂亮，拉拉队能不健康吗？大太阳底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结果现在，哎呦，哎，出落的像个女人，韩剧女主角的感觉，真的吗？那我这刘海留对，发型换对了，而且因为你比较少穿这种衣服。对，小碎花。哦，好像是哎，因为我每次来的时候都是穿比较休闲短裙啊，对嘛，会差很多。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改变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这个什么样的起心动念，让你去拍这个写真？就是宪哥的一句话。好。哦，什么一句话？鱼哥喜力。哎呦。哇。对，我终于出写真了，我的人生第一本实体写真书，在8月3号正式。我说过哪一句话？你说。Yuri 怎么没有考虑要出写真？我可以投资啊！哦哦，哎，那后来有吗？后来有兑现吗？后来他没有投资，所以本来是宪哥与你 Yuri， 没有找我啊，对不对？你要聊嘛？没有，因为我原本是觉得出写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在我计划里面。然后就因为宪哥这句话，我就回去思考了一下，想说，哎，好像可以挑战看看，试试看。而且这本写真书就是我还有写。一些我的文章小短文跟我的哦，那没有人在看是不是，要看，真的小文章应该超过10老师文章会，你会去看里面缩小再缩小，不要，然后10个字以内很多东西都是跳过的，心灵鸡汤那种，尽量言简意赅啦，心灵鸡汤。你以为是很多宅男拿放大镜是在看你的文章吗？那有别的用途了，他们是大做文章了，是的。我希望是女生也会喜欢。那能不能好？你说文章，你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一段？你自己认为我的心情，我写得很好的。我有写一些散文，散文，然后但是散文太长了，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。但我就是有说，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是只看他的皮囊，你是会看他的内心，然后看得到他在想什么。他们现在就是买你的皮囊、啊，对，所以我希望他们翻到那一页的时候。看到这段话，会开始爱上我的内在。哦，有深度，深，对，我想要真的很深，行囊，真的有深。我要呈现那个行囊可以感性跟性感的一面，感性跟性感。对，对啊，对啊，不管怎么样呢，每一个人看同一件事物啊，可能这个立足点不一样，观点不一样，角度不一样，买了之后就知道，感受也不一样。但是画面这个是普世价值哦，出来美不美就在这里了，美，自己挑的一张未公开。独家内页，一二三，哦，那脚啊，哇，脚力，腿太长了吧？那这个就是强调逆天长腿。可是那个头是有点像命案现场，头我好后悔啊！那个头，对啊，你这个头，我的人生第一本写真书，然后那么大张的海报，我居然选了一张。脖子扭到的照片，真的应该找宪哥投资，真的呀。放脸，我们这样看还看不出来谁是谁。对，是啊，真的，对，有这个问题，真的很难。刚刚在地上的时候，就是众多写真女星说：“这谁啊？”对，有了，那边有，这个就漂亮了，漂亮。哦，你那个穿自己厉害，选啦，这真该交换一下吧？对啊，我在练呢，体脂很低，这腹肌很强哎。对，我是真正的6块肌，我不是穿自线。他们家。里面干涉最多，反正是妈妈。我妈就是很保守，她是那种我 po 比基尼照或是短裤的照片，她就会打来说：“哎，你这个怎么样？”不太好吧？这个比基尼照啊，大家如果拿去乱传，然后配上一些其他文字的话，你要跟他讲，这个就是要给大家乱传的。没有，我就乱传才有价值。Yuri 的妈妈时代就不一样了，那 Yuri 妈妈应该跟我妈妈认识一下。对啊，因为我妈，反正我网络上一些感觉比较辣的东西是我妈。我妈说：“来，你手你去按那指，你去按那口，啊，你要再低一点，啊，你叫我勾，叫我勾。”哎呦，哎，我妈妈还知道，而且你妈妈还乱传给朋友，乱传一些长辈图。不过讲真心话，人家会觉得你是健美。我刚刚讲健美，你还不太同意。我，你个子够高，你现在看起来比之前更瘦。你应该算是精壮，对不对？要拍，不要，我不要精壮。没有，那是金刚吧？没有，我讲真心话哈。写真集拍的性感的很多，拍到有肌肉感，有那个
味道其实很好，真的。像男生反而喜欢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像那个潘诺迪老师那个就不错。我擦的那个写真，那个写真，我真的拍到一半，摄影师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很像健美书。”哎，真的。对呀。我等下讲一讲，大家会不会不想买，就觉得不会，更好奇，更好奇，健美吸引力更想买。三位商量一下，我们要好不好？激烈讨论一下，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。是新人到，要不要看看林莎还在这里哦？好不好？来。三位请研究开始，有答案了吗？好，好，有答案了。张立东给我们公布，我个人是 Yuri， 但他们两个选林莎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恭喜啊！我个人都推给别人就对了。恭喜林莎继续维持王座。哎呦！好多人问这一题哦，这个我已经回答到烂掉了。那你再回答一次。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加入？五年前的话是2015、2016，先统一嘛？对，统一。我在统一跳两年，然后在这边桃园跳三年。感觉你才刚来而已。对，我感觉三年哎，我已经不年轻了哦，我已经老妹了，时间过超快。刚开始是当练习生，然后在练习室练习唱跳。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都要练习，所以我都有肖像权问题，所以我不能去拍什么平面啊，什么打工，我就只能去什么绿盖啊、饮料店、服装店，就是赚那个时薪。然后一直到我拍了一个统一师的阅历，拜托我的经纪公司让我参与这样子。然后你现在也很非常享受在其中，对，我就跳跳跳，然后离开了之后，然后来到乐天，哎，跳跳跳，哎，怎么过三年了？你喜欢跳舞吗？我很喜欢跳舞，哎，国三。第一次跳舞的时候是跳 hip hop， 学这个是什么？这个 pop， 电流，什么啦？这也是被你练到了。请问你从统一到乐天，有被酸民骂吗？是怎么调试心情的？其实一定会有啦，一定会有一些失望的失迷。那时候拉米狗时期的时候，桃园队当然就是球迷都会说，哎，欢迎你来，欢迎 Yuri 来这样子。但是那时候离开师队的时候，蛮多师迷们就说觉得对我很失望，然后就是怎么会离开我们？但后来他们也都是转为祝福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有说，因为我有其他工作都在台北，然后我这样子要南下，每天就是台北台南来回，其实我是赚到钱的。然后再加上时间就是不允许这样子，撑了一年之后就觉得还是换个环境，对，思考一下未来。而且大部分现在大家球迷都是理性的，都是以祝福为主。请问跳舞跟演戏你会选哪一个？因为当初我有问过你，你说你比较想要当歌手。对，歌手，我想要当唱跳歌手。爱的是每天的一太多，什么？这个太过时了，太过时了。我觉得我最近呢，心灵就是比较沉淀下来，所以我最近都是听慢歌。而且你就是当真的在啦啦队以舞蹈为生的时候，对这个跳舞的欲望呢，就会稍微减低一些。哦，想都要跳舞，就把那渴望稍微的平复一下。对，就稍微先转换在唱歌上面。那我直接问好了，你最近就是最常听什么歌？我最近最常听的是林俊杰的那个《暂时的记号》，你们可以去听，真的很好。还没听过哎，没听过。就希望那个唱两句。没关系，我等你。我等观众唱给我听，好不好？它里面的歌词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？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？我只是觉得它很平静而已。它其实是一个平静人哎，因为它都宅在家。我认识它到现在，我发现它除了工作之外，最常待的地方就是它家沙发。对啊，它可以懒在沙发上，然后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看剧、玩猫。哎，你们很了解我啊。对啊，哎，它真的揪不出来的哎。然后上次牧原才生日才揪出来一次而已。但他很有心哎，他自己问我说：“你生日要干嘛？要不要吃饭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我这个没办法。”对，我真的就是豁出去了，真的把我自己从家里移出去。那刚好有人问说：“听说你超级宅，请问宅在家都在干嘛？”我就是都爱看剧啊，就没了，就跟你们想的一样，打麻将。哎，没有打麻将还是要揪咖，那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揪咖好像麻烦，很打扰别人。所以其实我都是别人主动问我要不要打麻将，我才打麻将。哎，他超会打麻将，但他已经为了这件事情直接在家里买一个电动麻将桌，哎，很方便呢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他什么事情都是要做到极致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开始打麻将的时候呢，就是被笑说就是很慢啊，很废，很烂，不想跟你打麻将。我就此就燃起了一些胜负欲。他上次狂赢我跟小凡哎。
谁跟我说他很烂的？他有一副轻松的去打，就输超惨。可我打麻将都打超慢的，要想很久。他现在越来越厉害。对啊，就是会想啊，等一下，然后这边牌，然后我们就真的想说，他就是很常就是自己一个人，然后会想出一些语录。对，我觉得他发语录时间都是凌晨三点，他都凌晨。你也很懂我的时间。对，我看到那个时间点奇怪，怎么会有人现在还在发？我觉得巨蟹座的小剧场很。就尤其在深夜的时候，就是会想很多很多。你也是巨蟹座，是，但他能理解。身为中职最正的巨蟹座，有预计什么时候生小孩吗？生小孩？刚刚他说他懂了。等一下，这是谁问的问题啊？超多人问的啊。什么？真的？这么早？还是你觉得我时候到了？还没吧？我觉得他起码还在玩十年。应该是那个期许啦。其实我小时候的人生规划是25岁结婚，26岁怀孕，27岁生小孩。结果现在跟我一模一样，真的吗？对。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对，我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超过已经小孩生完的年纪了，真的。所以我就想说啊，这些好像也是不太重要，顺其自然。这些东西都是30岁以后再来讨论，也许我30岁以后就会有答案。哦，其实像我家里人都希望我们晚婚，因为我们年纪就是随着增长之后，我们思考思想要成熟，所以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，比较懂得怎么样去磨合。然后共存，对，反而婚姻会更幸福，真的。其实不用贪快，不用急啊。请问这次写真拍摄有觉得辛苦的地方吗？我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来不及吃饭，因为我去台南拍，我想说，哎，好爽哦，可以吃大吃一顿哎。然后没办法，就是因为换装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工作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有办法按时吃饭。就通常工作人员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换装的时候，所以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晚睡早起。坐牢。哎，你拍几天啊？4天3夜，好像是4天3夜。那你几套？我的造型大概24套。哎，那很强哎。哎，你90套还敢讲？没有，因为我几乎加一加天数超过大概10，因为我们是分散拍嘛。他们是一鼓作气。我那3天就是胃胀气到不行。我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哦，然后因为太紧张还是怎么样，还是太仓促，我就吃两口饭，然后就开始胃胀气。然后之后的每一餐，我都吃两口饭就开始吃胃胀气。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真的是。我本来是抱着很轻松的心情去的哦。有时候是无形的压力，但是没关系，你的作品是好看的。哦，真的是幸好没有拍出我胃痛的样子。那有人说呛起来特别可爱，请尝呛。有吗？有，就是你的呛不会让人生气。你不是装的呛，对，你是真呛。而且有的人的呛呛完说啊，真的假的？谁？对你的吗？小凡那集真的太劲爆了，现在来宾都非常聪明，学会怎么就是逃离那些问题。好的，那就下一题，请问你都是怎么减肥的呢？因为我食量蛮大的，而且我都乱吃东西，譬如说什么咸酥鸡、卤味、面、火锅、泡面，而且它的火锅都是麻辣锅，对，热量超高。对，我都是喜欢吃这种重口味的食物。但是呢，你要我把一天的扣打拿去吃养生餐，我又不太愿意，因为我就觉得我扣打又只有这些，我何不拿去吃我想吃的东西？如果真的要减肥的时候，我就会断冰跟断糖，因为吃冰的很容易那个腹部的脂肪会变多啊，因为它保护你的子宫，对，所以它腹部的脂肪会变多，就你会觉得体脂比较就没有那么干，然后小腹就会萎凸，就算你再瘦，你的小腹都是凸的。它没有小腹啊，你再半蹲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你去你有特别去练吗？就是拍摄的时候。没有，我就是在家，就是做一些该做的运动。我说实在话，这件事情该做的运动，他有约我一起去健身，对，然后我们俩还一起付了那个教练费，结果我们俩就一起都没有去。每次都被我说宿醉啦，还有每一次啊，所以你们两个谁比较懒？宿醉有去，因为我知道木言是不运动的人，我不爱啊。但是他那时候是真的有想要因为拍写真的关系，他那时候有积极的想要去运动。对，我们来访问一下那个摄影师，最喜欢哪一个？我们刚刚讨论出来，就是你可以看，我们有整理出几页。我只能说，他这次拍摄的团队心机很重。怎么说？真的吗？很懂男生要的是什么。我觉得男生会要的是97页，你看到97页，噔噔，去看到。为什么嘞？当然，这个就是男生会喜欢的。他上一张其实也很对，上一张其实没有，可是我觉得 too much， 我觉得这个是网友最刚好的。你以为就这样吗？没有，我们刚才看到一个心机更重的139页。哦。标准男生会喜欢的，我给大家看哦，噔噔，哦，这一组我
超喜欢。说一下为什么喜欢男生？就两个啊，第一个就是锁骨这边嘛，就是男生会就是没有办法招架，然后再他又绑马尾。而且还穿，因为他这种内衣不是色型的那种感觉，对，而且他穿牛仔裤，对，然后就是会有一种好像要居家又不居家，让女朋友早上起来，然后绑马尾那种感觉，狂点头哎、欸，很性感哎、欸，所以大家好不好，赶快用行动来支持 Yuri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要要求 Yuri 跟木原来跟我拍一张照片啊。来，1、2、3，好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想要当专业摄影师啊？我们这里有一个真正的专业摄影师，来，我们请木野来帮我们拍一个 sexy 的 pose， sexy pose， 哦，哎、欸，很会。那你可能要再挺再往上一点，你让我拍到你的腰。哇塞，屁股帮我撅哦。专业摄影师啊，哎呦，可以再拍一张吗？就是，来，我再拍一张那个魔鬼视角。木野真的很会。他很会懂角度，他懂女生。